中秋节呢，又是月饼或者是应景的大餐，不晓得您的体重有没有增加？像是国民健康署委托双和医院做体重管理咨询的专线，每到这个节日的前后呢，都会接到不少询问和年节饮食相关减重的咨询电话。因此，院方也特别提出了五大指标来供民众参考，来评估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节庆发胖症候群的情况。中秋连假刚结束，就已经有不少人为了年节吃太多而烦恼。根据国民健康署今年初发布的102年春节体重控制电话访问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平均体重在过年期间增加了1.9公斤。而医师表示，短时间内体重上升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使得代谢变慢，减重更加困难。因此，只有做好健康的减重对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在节庆之后，常常是比如说我们变胖的时候，其实胖起来一定都是变成是脂肪。但是我们希望瘦下来的时候呢，不能是因为少吃把它减下来，因为少吃你没办法降掉那个脂肪。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能够配合运动啊，能够配合一些增加我们的身体的活动量。那这样子的话，减下来才不会说胖的时候是脂肪，减的是减掉水。我们希望是减的时候呢，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量。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变成是一个易胖的体质。体重管理咨询专线辅导的个案王先生，以前的饮食习惯一天总共吃6餐，很少喝水，也不吃水果。自从透过了咨询，找到了正确的减重方法及保持运动习惯，从今年1月到现在，已经减重了13.7公斤。就是我一天啊，加点心啊，至少会吃6餐以上。早餐吃完就午餐了嘛，那我午餐完一定会吃点心，然后还会吃下午茶，睡前一定会吃宵夜，对吧？大概这样累积起来就会变蛮胖的，对吧？我以前一定会喝饮料。就每餐饭后都会喝饮料，然后都是含糖的啊，那种咖啡、奶茶之类的。今年1月的时候，就到现在，我从92.7到现在，今天总共2次78.5。现在有一个政府这样一个免费的专线，那大家有任何关于减重，即使不见得是饮食，包括运动方面或是生活习惯方面有相关的一些运动方面的或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到0800-367-100。0800-367-100要动动这个专线，我想从这个地方，我们专业的营养师跟运动教练可以协助大家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克服节庆发胖症候群的健康五对策，医生建议天天保持测量体重的好习惯，记录下来会让自己更了解身形的变化。而节庆的食品也可与人分享，浅尝就好，并且唯有保持运动习惯，才不会让节庆发胖症候群找上门来。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